今天呢是这个端午节，然后呢我们来吃一些粽子。现在已经差不多凌晨快两点了，我们吃这个碳水炸弹，好烫啊！这个有点意思。我爱吃咸粽，因为从小就吃肉粽，然后甜粽子什么枣的这些不怎么吃。有奇怪的口味，当然要吃奇怪的口味了。这一看就是甜，哎呦喂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先尝一下这个，这个呢有点像，有点像臭豆腐，是不是？吃臭豆腐。先尝一口啊，这个臭豆腐，那闻着不怎么样，但吃起来其实还是很香的。这还真挺好吃的，真的好吃，真的挺好吃。哎，第一次吃臭豆腐的粽子，有点意思。这个，嘿。这一看就是甜粽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一看就是上面裹着这个蜜汁的这个粽子，这是枣的粽子，可以看到这个枣皮还在。这个是红枣，应该是红枣，应该是红枣。还是这个好吃，还是吃得惯咸粽子。拆这个，其实平时不怎么吃粽子，碳水，然后糯米，很高的热量。我这放风筝呢，这是在放风筝吗？这哪是在拆粽子呀？那个颜色好像又有点像甜的，不一定。这好像是咸的。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肉粽子，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。然后这个肉粽子呢，其实它是在于它里面的这个肥肉，可以看到，它这个肥肉其实最香，但我还是暂时就不吃了。好，那这个粽子呢，就有点厉害了。被告知它是一种特别奇怪的口味，也应该是大家这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面包的是面吗？哇，这螺蛳粉吗？哇，你真的是好吃吗？还可以，不怎么。断掉的粉，还蛮好吃的。希望大家可以端午安康，然后多吃粽子。